本次凤凰网春晚惊喜屋由国家品牌计划 TOP 品牌2018央视春晚指定饮品会员独家赞助，年的味道会员知道，有会员才叫过年呐、啊！现在被我们瞪到惊喜屋的就是我们的 China Chef 张艺兴。哦，谢谢哥好，我是张艺兴。哎，欢迎张艺兴。那个怎么样？节目演完了，现在是不是可以松一口气了？有口味吗？没有，你不是要我松一口气吗？太乖了。哎，讲一下嘛，你这个节目在台上的感受，这次跟这个我们大哥，对不对？就合作，就跟所有的前辈合作，我都蛮荣幸的。而且春晚的阵容是很强大的，能够跟这样的艺术家跟前辈们一起来合作这样的舞台，我不管怎么说我都觉得非常荣幸。对，开心，对不对？嗯，开心开心，那当然开心。而且我们之前有记者就拍到你在这个春晚的备战过程当中，好像一直拿着那个笔记本，你是在创作吗？哦，这是做音乐。在做音乐。对，是跟春晚有关系的吗？还是自己的？自己的音乐。自己的音乐。对，所以就是新的作品要跟大家。对，其实主打第三胎的主打歌已经出来了，哦，很厉害，很厉害，真的。说一下，就是第三胎的主打歌，我可以说是太好听了，真的太好听的不得了，就是你欲罢不能的那种。哦，真的。对，真的一直想听的，哇，跟二胎比呢？它有一些不一样啊，对，它这个还略带一些另外的范儿。啊，在里面有一些新的元素在。对。哦，厉害了！而且我觉得2017年哈，到现在2018年，节目也还在播，对不对？偶像练习生，哦，也是又多一个新身份张 PD。哎，谢谢。啊，怎么样？当张 PD 的感觉，其实跟演员跟歌手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哎，是，主要是首先谢谢他们对我的这个。的认可吧，嗯，其实也自己远远不够，哎，只是说自己知道的一些知识领域里面给他们一些就是我自己的看法跟建议，嗯，啊，然后，他们练习生们自己也非常的要强啊，非常自己希望去努力去奋斗去奋发的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才会，而且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敬业，都是基本上不怎么睡觉，都是陪着都不睡觉，因为特别有时候听他们在练舞也在练歌，对。对，特别是有时候就看到，嗯，他们去就是把素材累积到一起的时候，别人是几千 T 的素材，我的天啊！所以当然就是在剪辑过程中也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真的不容易。反正也谢谢你们的关注，谢谢所有的网友朋友的关注。对，哎，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你比较看好谁啊？嗯，我看好的人基本上都还在，都还蛮不错的。哦，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这个节目接下来的发展啊。嗯，那2018年有没有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比如说音乐、影视或者综艺，或者是有没有偏重于哪一方面？就是还是讲究一个 balance 吧，非常重要。对，就看一下，平衡一下，尽量平衡一下关系吧，因为确实每一块都蛮重要的。嗯。对，然后今天结束之后，你就要回家跟家里人过年。哦，没有，还是工作，对，还要工作。对，你真的是很努力耶，完全不给自己放假的。哎，我真的这个说这个放假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是这样的哈，这样考虑的事儿，嗯，也可以放假。但是呢，是真的是可以放假，你可以就是跟导演说，哎，我或者是去跟那些就是制片方说，但是对别人也没休息，你这么想的话，别人也没休息，别人在工作，那同样的就是对，不能让别人难做嘛，对，这懂我的意思吗？太懂事了，这是一个，大家都在工作。对，还有一个就是，真的，当你工作到一定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突然你停下来，你反倒会有一点不适应。对。但过年不跟家里人去团聚一下吗？那还有一个剧组进度的问题，我说是两种情况具体分析嘛。那剧组进度，他有进度他的需要，那你不能就是自己。这剧组的那么多人，他们也想回家过年啊。你看张皮的高度，他能看到这个宏观的。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努力，所以你才有现在的这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特别好的机会。没有，也有这样好的哥哥朋友帮忙。没有，每次能在场上看到你，都觉得说啊，我们的这个张艺兴一直很努力，然后一直会在大家面前有非常好的表现，我们也很开心，可以一起看到。啊，谢谢。然后来玩个游戏，我们背后有八个字：新春快乐，狗年大吉。每个字后面都有一个问题，你挑一个你觉得你喜欢的字，我们来回答一下后面的问题。我选择羊。羊，开玩笑，没有。急吧，急。哎呦，等一下，我想想啊，急啊，急。嗯，好，要急。来，我们看一下，啊，实在的问题。嗯，过年准备发多少红包？最大的给谁？抢红包的手气怎么样？你呢，哥？我准备多少红包？最大的红包是给谁？最大红包肯定是给家里人啊。
送给爸爸妈妈。那抢红包手气怎么样？方哥笑，知道我手气都不太好。啊，真的。想到多少？嗯，过年准备发多少红包呢？我吗？嗯，你变成主持人了，开始兼职。问你的。问我。嗯，比较实在。第三题，抢红包。用微信上面一定会抢红包，我知道的，就是我们工作室有几个人，那手气是真的不好，基本上就是这几块钱，基本上有这么，我相信每个团队总有那么几个人，就是每次在抢红包的时候，每次非常热烈，就是那最热烈的什么搞那种膜拜的那种表情，那种当当当，谢谢老板，然后棒一开的时候，就是他最少，一毛，一般是有这样的。反倒是那种比较低调的那种，就不怎么说啊、哎，谢谢老板，就带个小表情的，不是那种、那叫什么，就是这叫什么大的动图表情的那种，不是那种比较浮夸表情的，一般都还拿的比较正常、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才叫过年？你觉得过年一定要有什么？我安静的时候听到咔咔两声。其实有很多东西才能要能过年，但如果只能选一个最重要的，有家吧、嗯、对，这个家有大家有小家。哦，对，你又升华了。没有，这不是升华，它是真的。对，有大家有小家才能过年。嗯，对，就是你答案，有大家有小家，有家才是过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给所有的家人们来，我们抽两份礼物来送给所有这个支持一星的粉丝，好不好？好，咱们抽两份礼物。好，好，我们请一星来抽两个奖品吧，好不好？好，这边有很多气球。这么多气球，我选哪一个呢？你就挑你觉得你喜欢的颜色。喜欢的颜色，不如凭感觉吧。你就闭着眼抽是吗？可以啊。好啊。什么颜色？粉色。来，我们看一下，再抽一个，再抽一个，我们一起公布好了。这个可以吧？可以。这什么颜色？哦呦，是红色。好，我们看一下，一星抽到的两个奖品都分别是什么？不、哦，一等奖会员大礼包，还有一个是二等奖留白日历，恭喜、哦！我们会送出我们的奖品，然后上面有挑战的内容，一个是卖萌表情三连拍，一个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来比心，你选一个，你选一个就可以。我选卖萌，不同方式比心吧。不同方式比心，好，那我帮你拿麦。嗯，为什么帮我拿吗？你不要比心吗？哦，不是给他们下去的任务啊。是啊，是不是这个奖品是给他们的，给我的呀？奖品是给他们的，然后这个挑战是给我的，是给你的，是你要送给他们的福利，他们要截图的。哦，是这样的。对，啊、这早说呀。好。第一种方式比心。嗯哼。第二种方式比心。嗯哼。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第六种，第七种。